还考不考？不考。我老还考不考？我这里显示不考了的吗？网络还考不考？直播间家人们，先啊不考了是不是？来不考了那就行，先帮王菲点赞来。咱们刚才就是忘了点赞，忘了公屏上打正能量三个字，所以就违规了。来，我们直播间啊，所有现在有2000人了啊，所有2000个家人们啊，先把王菲点赞，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来。咱们先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然后公屏上正能量三个字打在公屏上，来加油！来，我们直播间目前现在只有2000啊，现在有2000多个人啊，2000多个家人们啊，可能就是我那个大号上有一些人是没有关注我这个号，所以他们不知道我在这个号直播啊，他们不知道我在这个号直播，然后你们就怎么说呢？来，我们先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一会儿点赞到了上去了，他们。如果能看到的，还有咱们直播间家人们啊，你们没有关注我这个号的，就点个关注啊，因为就像比如以后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我用这个号直播的话，你们如果没有关注就看不到了，对不对？来，我们咱们直播间3000个家人们啊，先把王菲把这个点赞点到100万，能不能点得到来？咱们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用你们发财的小手对着手机屏幕最重要，来，咱们就用5分钟时间，先给点赞点到100万。没事，他们可能没有关注到，没有找到我们这个直播间来的，可能就是平时对咱们不怎么了解，不然的话一直以来支持关注着王菲的，他们都是两个号都关注了的，我就只有这两个号啊，咱们直播间就没有关注这个号的，就点个关注啊，以后遇到这种突发情况，我也可以用这个小号开直播啊，你们同时也能看得到，对不对？咱们点赞到多少了？点赞才25万，还不够，来，还差4分钟时间，咱们最快的速度先把点赞点到100万。30万了，点赞已经到30万了，来，再加油，辛苦你们了，直播间家人们，用你们发财的小手对着手机屏幕最重要，一直点。感谢加入啊！感谢加入的粉丝团啊！谢谢你们，先别说点赞，没有，咱们先把这个，如果点赞不够的话，点赞没有到100万，一会儿我们数着又被关了，那就说不全了的嘛，说不完了的嘛，对不对？现在是双倍点赞中，你点一下，点两下，40万了，已经到40万了，点赞已经到40万了，还差最后60万。我知道一会儿曲布要走还是要扭大家说了算，还是那句话阿梅一定要留下来的，你们放心，而且我跟大家保证以后不会再有类似情况出现了，这是我给你们承诺。还有小小，一会儿我把他叫过来亲自给他下警告，然后跟他摊牌了，我跟他什么关系，我跟小小永远都不可能那种，给他摊牌了，让他对我死心，以后再也不来打扰我或者是阿梅。你们放心，直播间家人们啊，今天我是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全部会给你们处理的明明白白的。咱们现在直播间啊，4000多个家人们啊，咱们点赞已经到76万了，还差最后24万，来，咱们用最快的3分钟时间把点赞点到100万来。感谢啊，感谢酷皮社啊，加入瓦菲粉丝团的这些家人们啊，谢谢你们的加入啊，然后咱们就是。没有关注王菲这个号呢，你们也给王菲点个关注，不然以后像今天这样子遇到突发情况下我那个大号
不能开直播，我用小号开直播的时候你们就看不到了，就不好了啊，所以你们就没有关注我这个号的，大家点个关注。还有咱们今天晚上因为情况比较特殊啊，参与的事情比较多啊，说一会儿事体处理起来肯定有可能会比较棘手，所以咱们公屏上正能量三个字，希望大家啊，虽然一直让你们在公屏上打字可能会累，但是拜托你们，麻烦你们，咱们正能量三个字保持在公屏上好不好，直播家人们啊，这样子啊，官方大哥看到了也是，因为我们是在正能量主播的话正能量直播的话他也不会把我关掉了，对不对？来，阿梅你先上来，咱们现在直播间有5000个家人都走进直播间了啊，现在走进来的都是刚才在我大号看了直播的，是不是？刚才在我大号看了直播的公屏上扣个一我看一下，刚才在我大号看了直播然后找到我这个小号来的公屏上打个一我看一下有多少个人，几乎我觉得应该一大半都是。感谢你们啊，在公屏上打把我们打正能量啊。来，那咱们开始啊。就是阿梅你留下来这个事情咱们就确定了，是不是？咱们一件一件先解决阿梅的事情，然后解决曲部的事情，再解决小小的事情嘛啊。今天一样一样的全部给他解决了。好不好？我感觉还是，你看你当着直播间所有这5000多个家人们的面你说嘛，没事，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地方，需要瓦飞哥这边做的不好的地方，你说我们咱们调整就行了。不是，没有，你们没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也都是挺好的，只是我这个人真的感觉不适合，真的不适合。什么不适合？刚才我也给你换过我岗位了的嘛。以后，杨总监他们也管不动你了啊。阿杜他们也管不了你了。你的工作就亲自跟我对接就行了。不是，他们管不管我？就是如果我那个也做不好的话，那不是浪费吗？浪费。这个有什么做不好的？这个你只要把产品看好就行了。把客户那个下单的记录发给我，那个库存不够了，你跟我说，我让厂家那边加工出来就行了嘛。但是我还没做过，我总感觉我不行。没事，这个我明天我亲自教你，也不多，咱们这个都是做专业的品牌，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也不复杂，好不好？但是我留下来，我感觉我肯定又会给你添麻烦的。你添什么麻烦？你的麻烦就是曲部刁难你，小小刁难你嘛。他们都是刁各种为难你。今天我把他们全部叫过来说清楚了，就不会再刁难你了。你看，要不是我的话，你这么晚也肯定不会坐在这里。没事啊，这是我乐意的嘛。我跟直播间这些各个解说员们聊天，他们都挺担心我们的啊，一直给我发私信。就是这两天我有点忙，所以没回他们。今天刚好开着直播，一次性统一回复了，不然我一个一个回复不过来嘛。你本来比较忙，今天赶回来又要这样子为我，这样嘛，我感觉我，你们都让公屏上留下来三个字，打在公屏上，打给阿美看。阿美哥，你先不要这样子说，这样嘛，你们觉得呢？是不是这样子的？我感觉我要是继续留下来的话，肯定真的我会给王飞哥带来很多的麻烦，越来越多的。如果要不是我在这里的话，王飞哥至于现在那么晚了还今天刚忙完跑回来就又为了我怎么都在打留下来？我感觉不是我想走，不是也不是，我是觉得真的这里这个太复杂了，感觉不适合我。什么复杂？妈妈，之前阿美她那个电脑不怎么会用，所以就对这个工作有点就是不自信。现在不让你用电脑了嘛，你就在选品中心这里上工作，然后你就看好产品就行了。不是的，王飞哥，你这样子的话，他们肯定会觉得
你看还有我还跟你说个事情啊。什么事情？你做雪皮你这个做这个雪皮猪系的这个管理的话，你还可以挣外快，就是你工资以外的钱。嗯，什么意思啊？比如你在那个你的其他比如怎么说，这直播间不能说。那你一会儿跟我说。就是WX 这些地方朋友圈啊这些地方别人找你买东西的话，你可以就是拿到提成，比如说你自己卖出去的东西你还可以拿到提成，这些是你工资之外的一些加成的，可以抓一些外快的。还可以这样子啊。哦，所以这个岗位是特别好的，又不复杂，你只要把产品选好看好，库存把控好就行了，其他的你都不用管了。产品库存不够了你跟我说，我让厂家那边，我从厂家那里下单就行了。那就是万一这个会不会就是弄丢啊什么的话。这个丢不了，这个有什么丢的，这里就只有样品，货都在仓库里面，货是有仓库的仓库管理员在看着呢，你就看好样品把产品分类好就行了。比如他们谁哪个业务员。